自制大戏《八级少年金将》开拍了。这剧情呢是描述一群来自金门的青少年到国防部接受八极拳特训的热血故事。剧中特别找来了搞笑的纳豆饰演机车班长，要对美女教官吴雅欣展开追求。而这个宅男女神 NONO 呢，更是首度挑战戏剧演出。看着这吴雅欣为了练拳练到满身伤，NONO 开玩笑的说啊，还好自己在戏中只是负责谈恋爱。舞龙舞狮现场表演，下午八级少年举办开心记者会，宣布庞大的演员阵容。3, 2, 1，剧中请来搞笑的纳豆饰演机车班长，和五个高个帅哥有多场对手戏。不过对于身高的问题，纳豆似乎很看得开。要跟一群帅哥拍戏，会不会觉得很吃亏？我们私底下偷偷报复。我不是帅的吗？什么意思？什么问题？我拒绝回答这烂问题。可以跟他们合作，应该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后去唱歌的话，用他们的名义，顺便可以比较好约妹出来。要蚕丝，共同垂。而吴雅欣首次饰演女教官，宅男女神 NONO 也是首度尝试戏剧的演出。不过两个人的命运却是大不同。腰就是腰扭到啊，然后肌腱啊、神经扭到都有。看他们练觉得太辛苦了，好险我只有谈恋爱的部分。这部戏将在7月开播，要陪伴全台湾的观众度过最热血青春的暑假。记者周庭宇、王国林台北报道。